撇，长一点，横短一点，向左下方斜行笔。竖画这边要出一点头，注意它这个起笔与上面的横的起笔对齐。竖画垂直，这个横比上面的横画要长一点，这边高低要错位，炉，手点居中。横，左低右高，要短一点。撇，用蓝叶撇要长。横笔多的时候要稍微细一点，间距要小一点。最后一个横略长一点，拖住上方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。这个撇注意相对要长，稍微直一点。山，竖画要垂直，要长。竖折的竖画最短，轻轻的顿一下，转折过来。右边的竖画向左下方斜，稍微出一点头，竖一竖，间距基本相等。这个最长，这个最短，两边往中间斜，折。起手旁横短，竖钩要长，竖钩在横画中间偏右。钩不要太长，提注意向右上方提出去，这要窄一点，不要写太宽。撇要垂直，用竖撇，横由轻到重。这个竖画要向下垂直。可以用旋律手，也可以用垂落手，高低要错位，对宽窄形成了对比。